母亲节即将到来，田尾乡农会行销推广在地花卉康乃馨，不仅对母亲表达心意，也能帮助农友。欢迎大家来田尾赏花、买花、吃花餐，还可以体验花艺手作，过个不一样的母亲节。我们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即将来临，我们田尾是最大的花区，康乃馨我们占全台湾60%，那欢迎大家这个母亲节买个康乃馨哦，来慰劳我们的妈妈。那同时田尾也是一个啊买花赏花的好地方哦，也欢迎大家多来田尾走走。啊，今年特别用这个款式，新的款式哈、哦，来请消费大众来多多采购我们的康乃馨。最主要母亲节到了，因为康乃馨哦，说实在话，是一年四季都有康乃馨，可是康乃馨就被定为那个节庆用花，母亲节的时候都会买康乃馨，所以呼吁消费大众哈、哦、多多用我们的康乃馨。彰化县是全国最大的康乃馨产区，种植面积约24公顷，占全国总面积60%。康乃馨不仅有大的、中的，还分为多种颜色。价廉物美，品质优良，欢迎大家多多采买。公益频道林义俊、田尾采访报道。